空相应有两种，一个但空，第二个是不得，不可得空。如果但行空，二圣他有修空啊，但是二圣他只修空，他没有像菩萨从空再生大慈大悲啦，或者空再来含摄一切善法。所以只有行空的话，会堕二圣地。那菩萨呢？行不可得空，连空也不执着，空也不可得，则无处可堕。再有两种空，如果无方便空的话，就堕二圣地；有方便空的话，那就不会堕落，能够直接到无上菩提。有方便空，这个在其他地方提到，就是他在修空的时候，念念不忘众生，入禅定也不忘众生，出定也不忘众生，再来对空也不执着，这是有方便。好，接着就提到本有身悲心，入空则不堕，如果没有大悲心，那就堕二圣地。如是等因缘，不堕二圣地。所以归纳起来就是学空，但是对空不执着；再来要有方便，要适度一切众生；再来要有悲愿。